记住了，我们学佛做人，永远要让别人占60%的好处，而我们自己只能占40%，你会得到别人的尊重，你会增加你人格的魅力。学佛人应该救度众生是60%，自修自得是40%，这样你就永远走在慈悲众生的佛道上啊。痛苦是我们想不通执着出来的，还有的痛苦是和别人比较得来的，幸福是珍惜得来的。一个人越是斤斤计较，心里会越来越不平衡，烦恼就越多，痛苦就越多。记住了，永远把60%的好处留给别人，永远把40%留给自己，你的人生会得到100%的幸福圆满呐。有一个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，他说：“泰勒斯先生，你认为人活在世界上，什么事情是最难做到的？”泰勒斯回答说：“认识自己，那是最难做到的。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呐。别人怎么劝你，自己想不通；别人怎么样能够让你想通呢？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来想通啊。所以，认识自己是最难的，战胜自己也是最难的，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就更难。然而，我们学佛人就是要战胜自己的缺点，要认识自己的错误，要重新做人，过去的一定要让它过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人生一切都会改变，因为我们学佛了。唯有真正的把自己看得低低的，才能做到宠辱不惊啊。很多人碰到一点好事情，马上上窜下跳；有的人碰到一点不开心的事情，天也要塌下来了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个故事：当年英国的首相丘吉尔有一次收到英国 BBC 电台邀请，这是一家很有名的英国广播公司，要去做一个直播演讲。可就在前往 BBC 的路上，丘吉尔的车突然熄火了，一时无法启动，丘吉尔决定打出租车过去。很快的，一辆出租汽车来到了丘吉尔的面前。请问先生，你要到哪里去？司机探出头来问。 BBC， 丘吉尔说，恕我不能送你过去。这个司机说，丘吉尔说，为什么你不能送我过去呢？因为那个地方离我家里太远了，等我把您送到，我在回家的时候，我会错过听丘吉尔演讲的直播。你知道吗？他可是我的偶像，我是绝不会错过的。因为冬天，丘吉尔
戴着很厚的帽子和围脖，司机没有认出他。丘吉尔非常感动，在出租车司机还碰到这么一个很欣赏他的偶像，掏出了5英镑塞在了司机手中，以表示感激之情。大家知道，当年的5英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几乎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好几天的报酬和收入。让丘吉尔没有想到的是，司机接过钱，突然大声地对他说：“你快上车吧，保证我准时把你送到 BBC。”这下丘吉尔搞糊涂了，那样你就不能听我的演讲，不能听丘吉尔的演讲吗？这位司机说：“去他的丘吉尔吧，现在你比他演讲重要多了，听演讲又不能帮我养家糊口。”司机边说边把门打开，让丘吉尔上了车。这件事情让丘吉尔有很大的震动和启发，他常常在各种场合说这个故事和经历，就是学佛人要懂得不能自以为是，没有几个人会真正的把你看得很高，我们唯有真正的把自己看得低一点，才能做到宠辱不惊，专心于自己的学佛，你才会有所进步啊。